大家好，我是大野猪。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流浪者一斗》卡池结束前和《雷神灵人》开放前，我们还能获得多少原石？请先接受野猪的欧气，祝抽卡好运。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雷神和命座，祝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武，祝所有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。有原神问题可以点个关注来问我。首先，距离当前卡池关闭和雷神卡池开启还有19天。3.3 上半期可以获得的原石官方都已经公布了，期间会有三个活动可以获得2800原石。试胆会这个活动我们可以获得一把绝版的满金链单手剑以及摆设，属性非常适合万叶和妮露，请大家不要错过了。然后打牌每个等级可以获得60原石还有成就，虽然可能拿不满，不过我们先这样估算一下。每日委托60原石，还有 3.3 的魔神任务，还有游戏外的各种签到网页活动。关于游戏外的各种原石网页签到活动，野猪我已经为大家进行了汇总，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老粉都是知道的，只要有这种原石活动我都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，只希望每一位关注我的朋友都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。然后还有 TGA 的获奖和提名，送了800原石，这期深渊打了的还有一期，没打的算两期。总结一下，每日委托、月卡、原石、深渊、七圣召唤、试玩网页签到活动、TGA。林克朋友还可以获得6580原石41抽，月卡朋友8290原石52抽，开来月卡和机型的朋友是55抽。防沉迷同学每日和月卡乘以1/7就可以了，其他不变。另外请好好学习，这对你的未来真的很重要。角色池出五星的几率70抽左右，武器池60抽左右，两个池子都是独立计算的，并且抽数继承，武器池只继承抽数，定轨值不再继承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存好原石，选择好自己想抽的角色。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。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石活动资讯攻略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每天看看，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。